我要重开机一下。好，你稍开机。我们是开台也是开机。看来你的二要不见了。不噜不噜，更新资讯。嗯，不是写成这样怎么还在啊？嗯，我鼻子上有一个好大的什么东西，觉得怕。这不是一直都在吗？他怎么可能会不在？对啊，他怎么会不在？而且我中到西了才知道，这个形象变成全裸的感觉好恶心哦！啊，不要全裸吧？你中了什么全裸才知道？怕？才知道是缩减才知盔甲的那个露出度，舒服哦。好可怕哦！所以他变成穿短裙。短裙有了有了有了，你是装什么材质包啊？就是那个丝，女装材质包还是什么 ？skin 的材质包啊？丝，有人说丝，抢丝，材质包只有遮前面屁股空的，屁股没有穿。对，嘟嘟嘟嘟，小雨你喜欢什么？啊。我喜欢给他一点吧，苦力怕，安全的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打死他你就可以安全活下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再接再厉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不要再来一次，不要再来一次，我怕。今天辅导创意 1.13 的版本也来了，哇哦，感觉有点不服输哎，某一个变成 1.13 之后，辅导也 1.13 了。然后他有更新一些东西啦，主要呢流水啊，追分啊，远古名誉又有小跟动一下，可能是因 1.13 吧，对，就让它变得更顺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中间这里，大家可以自己起飞。有剑呢、欸？哦，不是，那女巫不是，是有多了一个叫做除咒师。这是它什么功用啊？影响物件箱，它是购买，有点像是家里的那个防守的，可以去买那个蛋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召唤在，可能是各个地方都可以吧。对，它关键呢是它可以让附近除掉咒语，也就是炸弹跟那个，等一下，除掉我的 OBS。你怎么又断了哎呀，我很顺啊！我觉得我的 OBS 跟这个数据都很不稳。该换了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该换电的，对。谢棒棒糖。等我一下，我再重开。好，你慢慢来。好。哇，有水流可以玩了。对。哇，会飞耶！悠悠啦。悠悠。啊，卡住了。胖、欸、没事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这样不行啊！暗暗，我要把标题改成巧遇巧克力，巧遇巧克力，巧遇巧克力，我好巧，巧遇矿石巧克力，好，很可以，放开，哎呦，希望这次顺了。真的呀，他自己现也是现在才来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呀，他自己、那可以重新再讲解一遍呢？不是啊，你就没有看到8.6啦？耶、再开始是不是？不要提问题，不要 re 了。为了他自己，他没在里面啊、欸？他自己逃走了是不是？他在上面，啊、他上面啊，他看你啊，逃走了。他现在创造啊！可恶，看来没有8.6了。有了！我查走，怎么消失了？你怎么把它弄消失了？按错了！有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怎么被死了？按错了！那个招雷！哪个？他最爱的招雷。小雨叫很久，一直没有死叫。来啊！上来！这个辅导创意 1.13 的版本也来了，好不好？来了。关键呢，首先是他有做一些各个岛屿的小调整啊，为了 1.13 可能玩了才知道，像是流水啊，或者是迷宫都有。
然后呢有多了这个新的除噪师、嗯、他应该也是买那颗蛋然后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直接放，他关键呢就是可以除噪他箱子里面这些东西都会除掉、嗯、比方说回归时附近没办法用，雪球爆弹附近没办法炸，撕名弹不能使用，以及这个剑跟斧头的一些就是 Q 出去的交易就没办法 Q 出去就没了吗、哦、不能切换可能吧我不太确定、就是、Q 出去的东西都会被清除是不是，没错，而且它的范围你看看到蛮广的、嗯、附近九座吧就是它这 框起来的全部都会除噪，哇对、哦、但是它当然能力这么强也是有弱点呢，它是会怕弓箭的，所以你用弓也是可以把除噪师给射死，那近战可以吗？近战当然也可以，对，就像那个家里的那个骷髅是不怕弓箭啊，只能近战，但是除噪师的话近远都可以。所以他就是女巫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家里可以买这个除噪师的蛋。他会有阵营吗？关键的地方就可以放上这个除噪师，让那个对方除噪一下。嗯啊感觉好累哦。那除噪师会乱跑吗？嗯，他应该原地吧，就在原地，不会动吧？原地不会动、啊欸。关键你在家里如果放，人家过来进攻，对不对？就不能回归时啦。没有啊，比方说像这种家，像这种家，你放在楼下，谁会去打、啊？这是你的话，你一定会先干掉他的、啊。一定会先干掉他，可是你要干掉他、嗯，你也得靠近呢、啊。你可不可以像这种家里，你没办法从高空去射、哦，你只能走进去射。哦，它不是一个岛哦。它不是，它不是。它是一个人的，它是蛋。它，你看箱子里它的蛋。啊冲岛都是蛋啊，这个岛是高跃跳岛，可能是新的跳跃岛吧，这个是好像是新的岛，这是高跃跳台、啊欸、所以你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有两，这是新的跳跃高台，新的跳台，所以它原本就叫高跃跳台吗？我们念跳跃高台，有两个诅咒师的话，你讲不是高跃跳台吗？还是两个都会死啊？他说两、啊、你说吗？其中一个会死，不是高跃跳台吗？其中一个会死，对，高跃跳台，高跃跳台啊！哦，择一啦，两只变。对，如果范围内有择一的就择一。哦，就是会换、嗯，它只能选一只。哦，最新的旧的会新的人，最新的会活下来。对、嗯，所以就是其实像看家里，我们等一下主导，像这种主导的话，你看你放角落，几乎整个主导就是都房子了。那那个角落你还得去找到它，杀了它才有办法。它会发光啊。对对啊，看看重点会发光，看看但是也会，你也得走进去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这是新的跳高台，所以变成是哦，水流直接上来，上欸、好好玩哦，很方便，快、欸，对啊，比之前的高台快很多，对啊，为什么礼物卡在里面推不动？好多除皱石啊！好，现在是 1.13， 那我们就来玩。水域的地方喽，好、哦哦啊嗯，然后绿宝石神殿也有做一点小维修，就是现在如果绿宝石神殿你的那个核心掉了的话，它生产的速度也会下降。哦，对，就不会是想说，哎、嗯欸，打那绿宝石核心好像也没什么用，没有，你打了一来不会在仓库里，二来它的那个生产也会下降。哦、嗯，然后一开始的那些放岛不是都要存进去吗？现在也不用存了。他可以直接扣身上，他好像会先扣仓库再扣你身上，所以都没有关系、哦嗯啊、你自己买东西也是一样，他会先扣你身上，你身上不够他就直接扣仓库、哦、所以都非常的方便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有珊瑚耶，那就来，还烧船耶，流水，他还没开心，还没开放吧。那我们主导要玩什么？有水的主导吗？主导深海宫殿地形整修、啊、那我们就主导是深海宫殿，深海宫殿、嗯、地形整修，嗯，地形整修，哦，往哪里怪怪的，偷看一下，哦，有地方 有整修吗？地方没啦，有啦有啦，这两个东西、哦、牛牛地形整修，牛起手多一个，但是这样也不能游泳啊，要两格才能游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这边有一个两格的，他怎么掉进、哦、门口那边有两格，门口让你游的地方、哦。对，我感受到地形整修，这个跑酷变简单了。真的假的？原来是为了你啊！我之前跳的都跳不上来。弯弯。他门口四还有四周有一些地方都有两格的。嗯，断麦。哎，断麦。然后、嗯、再来调一下设定哦。那些设定我找不到啊，到底在哪里？有换位置吗？
因为原本有下一场才想要用，他现在放倒、嗯、不是四个位置可以连出去吗？嗯，那他现在有一个是趣味模式，就是四个位置有一个是放不出去的。哇哇，要从另一个方向去改吗？对，哦，这个接点先关闭好不好？先关闭，就是正常模式，四个石英砖都可以放。嗯，哦，那就5000分。好，怎么有人在那边丢彩线啊？记不起来啊？对啊，记不起来。对啊，为什么记不起来？飞机分队，铁会乱喷，喷下去了，分，喷，乱对下喽，下喽，下喽，拜拜，耶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哇，这挖好像不好挖，这地图。他的铁一直乱喷呢。对啊，难怪整修。他铁应该是要从左右跑出来才对啊，他一直从中间这边喷出来。对啊，真的在整修哎、欸，整修这样子没问题。跟他讲吗？不讲啊。从柱子喷出来，铁全部都掉在下面。铁要自己想办法去找吗？我觉得没有，你真铁的地方应该在中间，中间这里就可以吸到这个地方。啊，可是他会从这地方，没有人站着，他会喷下去。从这边会喷那个啊，青金石。会啊，我也有看着。这里啊，这里青金石。这里啊，会不会它这是原本是另外一张地图上面有附魔台的那一个？对啊。哦，附魔台的那个位置不太对。这里在喷青金石。那它这里有没有经验值啊？没有。在经验值下。没有，我刚刚在这边很久了。啊？等一下，还有唱片呢。嗯。啊，嗯，真的要这张地图吗？都选了，那就玩吧。出事了再讲喽。哎呦，哦，核心，重开始。好，开始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吗？开始，开始啦。好，怎么觉得怪怪的？春铁啊，春铁，先给你们。好，我站，我买压力板，我压力板买了，老铁哦，哦，有的铁是正常的，我买压力板了，好，有人买岛吗？我买那个牛肉的，好，我去放，我，哎，这什么？来，哦，卡，要先抢中间吗？那中间有一个什么核心扩展？哎，那是什么？中间上、啊、有没有人买桥去中间石英桥啊？没有，我在捡钱。钱钱钱，我的钱钱钱，我的钱。给我压力板，三个压力板，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就出来了。一片之地附魔。钱钱钱，那我去引发大骚乱。好。好，圈圈圈，这个起来，嗯，谁有买？哎，他们在中间游了吗？啊，对，你在中间游了，哎，速度太快了吧？好快啊！怎么都轻锵咚锵？核心扩展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我也在看那个核心扩展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知道，锵。走喽，上喽！这里怎么玩啦、啊？哦，我放了一个分数了。我飞好远的哦！哦，怎么飞这么远啊？哎、欸，还有河豚呢、欸嗯？有河豚？对啊，我捡到河豚了。豚？好啊。它有逆向河豚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没。那我捡到河豚。嘿嘿。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欸、这不是水房哎、欸，让你暂时呼吸的地方。给我铁，给我铁。好，给你铁。底下有一个暂时呼吸的地方，我有些已经存进去。哦，暂时呼吸，只要在那个有泡泡的地方都可以有呼吸啊。有没有？我是说这边它有直接做一个空气房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在这里看，底下，后面，右边，下面，这边，这边，你看我右边，上面，我没看到你，这里，哦，看到你了，哦，那边了，哎，这中间也会产铁哦，哦，会，哦哟，中间也产铁。对啊，哦，二零二零零死了，
喷了一些铁。繁星，你放的你要去放哪里的？绿宝石有吗？我放一个而已。哦，好，两个放。啊，先回去。不要吃河豚啊！吃河豚干嘛？河豚啊，吃。多想吃。是多想吃啊！河豚好好吃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人放那个、啊。我放一个分数而已，放一个而已。要不然回来多买一点。还有几座啊？我看剩一个。加分祭坛嘛，中间的剩一个。绿宝。附魔师。这么快就要用附魔？哦。那我打他，那我打他。加加的。圈圈圈。有了，我们放中间祭坛都放了，放了。好。